好了，开台。哦，下水道说金要出问题，吓到我了。什么出问题？下水道出问题。嗯，金要出问题，吓到我了，金要出问题。哦，是下水道出问题。下水道出问题，完蛋了，完了，卡在里面，他是坏了，跳进去出不来。完了，我的脚趾头才踩进去而已，就没了。卡住了。八点啦！今天我们的歼灭战也有做小更新，小更新，这次真的是小更新，主要都是 debug。对，但是我看到一个很关键的，最二值上限从90到120。哇！哦，提升了。对，所以如果你用那个什么罪恶值提升，对方直接两分钟可以去尿尿了。真的，有提升，但是没有那个下降的，对不对？下降哦，就是有啦，那个淘金者被那个被下降了。他我是说罪恶值，他是罪恶值啦，没有罪恶值下降的，对不对？没有没有没有，除非事件呢，要小心哦。好，很刺激。那么我们十个人，就可以来随机分队。好呢，哦，对，还有啦，那个现在死亡复活的基础时间会变动，然后会随着阶段，就是第一阶段的时候，原本正常来说死亡都直接十秒复活啦，就是基础是十，然后现在改成第一阶段四秒，第二阶段八秒，以此类推。哦哦，啊，那个会跟罪恶值有啥？就是复活的那个罪恶值啊。啊，基础罪恶值哦，你哦，我懂你的。基础的复活时间就比较长，原本都是固定十啊，现在就是四、八、十二、十六、二十、三十。对，也就是说，越到后面，如果死掉的话，你要复活越久时间，那这时候被推翻的几率就越高。哦，好，哦，感觉越来越可怕了，惨了。那就来试试看哦。好，随机分队，滚呐，滚呐。绿色下楼，好，绿色，我是红色，红色，我到底，选职业，对，业嘞，啊，完了，选择障碍了，怎么办？对啊，对，还记帮我挑。我也不知道。嗯，要挑什么？哇，为什么他们都有 buff 效果啊？绿队的，嗯，绿队 buff 效果，那种粒子效果，是呕吐吗？哎，可是那个啊，可是本机没有，这个发效果应该是发光啊，那个颜色应该是发光，我不知道哎。啊，他们刚刚选的职业之后，没有啊，我都在盯啊，同时哎、欸，淘金吗？我不要淘金好了，哎、欸，为什么他自己选了发光之后，那个发光的框你头上好像有几个点没画好？对啊，他有几个点没画好，凹进去了，哦、对。孤狼好了。孤狼好用，孤狼，去你旁边一直晃，不是说那个吗？从25%改到15%，啊，对，淘金者人都被 nerf 了，对啊，哦，不然太强了，我选错了，抱歉，全部都神射手了，没有啦，选错了啦，耶。yeah.我是神射手。就不会不知道这首歌，完了，完了，有代沟了，完了。你是没听过这首歌，还是哈基 key 没抓对？应该是我 key 没抓对。嗯，我是神射手，这个我也没听过。好像都不太对呢。应该没念错吧？好了吗？可以 K 了哦。好了。
冲啊！我就要当捣乱者。好，好，直接冲过去。啊！原来我玩木材，好屌哦！直接木材，我放到木材了，石头生态。别掉！啊！自动跳跃。对呀，我太危险，看一下我的自动跳跃。还想挖铁啊？你们铁是我的铁，还想挖铁啊？这是我的铁。你跑去对面了？对呀、啊。嘿嘿嘿。挖铁啊！挖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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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yea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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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死去！死去！五。耶！拿走！冲啊！感谢超级留言，榴莲。感谢超级榴莲。对不对？不对不对，再踢拿走。什么？通通拿走，我把铁通通拿走。你怎么那么著书？可以，你可以，你可以，你值得拥有。你值得拥有。就那么著书。你就输，谁？哎呦，谁？是杰克，换杰克了，还好你拿走了。哦呦，都在我身上，铁都在我身上，还好，还好，还好，哎，好好险，好险，都是我的，常常都是我的。好了，我喝完了，他来了，他回来了，他回来了，他死去了，闯空没看到他。好了，我铁用完了。好、哦，所以游侠也是拿弩哦。对啊，游侠，哎、欸，不是吧？游侠不是弓箭吗？为什么我拿到弩哎、欸？游侠，对啊。啊，我忘记是弓还是弩了，忘了。神射手是弓啊，神射手是弩啊，是弩啊。对啊，我游侠也是拿弩啊。游侠也是弩啊，我印象中也是弩啊。不是弓箭哦、喔，这都是弓啊！啊，我、欸、我是贯穿弩哎、欸，啊，对啊，对啊，我印象中贯穿弩没错啊，游侠也是哦、喔，对啊，对啊，神射手当初是贯穿太强，后来改成其他，然后游侠我有点忘了，好像是也是贯穿哦，好，没事了哦，不是技能是中毒吗？哦，好，没事了，陷阱，玩完陷阱流就好了，龙手不见了。啊完耶杀、yeah, 人了耶耶、yeah yeah, 出事了又来了又来了杰克又来了耶好酷因为我一直乱他们的矿工嘛让他们就跑回来乱了哦好笑那个脸色哦太棒太棒了就是要这种你当霰弹枪在用耶就是要这种就是要这种舒服。哎、欸，书柜有人拿了吗？我在我身上。哦，你才是无敌世界，你作弊！冲啊！冲啊！你铁不要放里面吧？你就在乱的，只会有个人来乱。杰克一直乱。有需要再讲一下就好了。嗯。在这边放个。陷阱在箱子里面吗？再看啊，打开会中毒，好像不错哦。没卖哦。哎呦，我觉得可以做一个陷阱师。哎哎、欸，矿、欸、工，矿工可恶，不行，打不了了。他们矿工穿衣服了。那你要换更好的武器了。对，你要穿更好的衣服。听到我们家在挖矿的声音，好、哦，已经有人在挖洞了。
啊，我在例行公事，例行公事，例行公事，瓜姐啊，对对，放了，例行公事。哦，升好慢哦。哎呦，杰克在我这啊，不好打他。在哪里？你不要讲你那边，你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好，去。哎，把我的哇，你运气也太好了吧！竟然被初始之剑打死了。我的金矿。哎，天地有宝。我拿了，没有。哦，繁星动作很快。你的绿宝四颗而已啊！你的绿宝，还有金矿啊，很重要。给你，要。啊，你没穿衣服，爆掉了啊！啊，你全爆光哦！杰瑞，我要衣服。有变态！你去那个哪？去云林窟窿买了。哎、欸，我要杀杰克来了！杰克来了，我来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还在冷却，还在冷却！快点，快点！矿坑，矿坑出来，矿坑出来！哈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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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加！杰克在哪里？哈加，哈加！你的屁屁！哎呦，怎么血这么厚啊？哈加！因为他是那个孤狼。嗯。去拿啦！哦，有了，有了，有了！龙手，多了一个龙手，耶！耶！耶！啊，好狠，好狠，好狠！杰瑞，杰瑞，我要酷酷！耶、嗯！等一下，我脱下来，等一下。杰瑞可以刮金了吧？我不要！杰瑞还吃东西呀、啊？还吃、啊？吃一下、啊！哎、欸、哎、欸，还吃哦！我做到裤子了。你到底要做什么？不要浪费铁！我做了两件酷酷。对，明天是特殊的节日，要不要我们都拿特殊的武器啊？你是要命名吗？你说那个吗？对啊，好像不错哦。可能没有那个游戏功能。我们都拿特殊武器好不好？我没有哈记啊。啊？啊？我们要特殊武器啊，那个染成红红的。明天是特殊的节日，我们包才能吧。我们就拿那个工具就好啦，反正也有伤害嘛，啊、对不对？好像不错，怎么特殊武器？不叫斧头而已，还有什么？就特殊武器啊！对啊，对啊，就我们全部都只用斧头啊打架，好像不错。那我要把这个收起来，换成这个。嗯。有一个设计，一个合出来自动变成红色斧头。嗯，你现在马上改一下指令。不行啊！我们外面有个隐形穿装的。没有啊，晚上就会自动隐形啊。不要，不要他穿装啊！他忘记了。你是不是不想要射他、啊？我扣下扳机都射中他了，我的天哪、啊！你是不是想挑我？你就不想要射他呢？不是啊，就是因为这是巧才要射他。我哦，还有杰克又来了，开车是？铜的伤害帮我打开好吗？杰克快要去铁矿喽！我要毒死他！来了，你是不是？消化哦！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哪里来了？举好盾，你举好盾，你举好盾！你举盾，你怎么没有？你问什么？我没有做盾。我的中毒有用了吧？你这没掉，留一下吧。抓他，抓他！你要做盾啊！哦，做盾了，这个忘记做盾啊！我也忘记做盾啊！ Yeah. 你复活啦！巧克力又在桥上。对、yeah. ，我又喷出来了。哎、欸、哎，怎么东西挡着？
嗯 ，Yeah， 吸到奇怪东西。好的。哎，金矿有没有啊？巧克力在挖，巧克力在抢金矿。嗯，快抢绿宝石。臭巧克力，坏巧克力。哎，你那边想接过去哦？还有，还有杰克。家里有敌人哦，家里有敌人哦。刚刚一开始就想要挖我们核心。哎呦，处理掉了吗？已经先赶跑了，但是不知道跑去哪了。本机还在家，还在家，我看到他了。穿铁装在绕后山，不是本机耶，是谁啊？吐司喵？吐司？啊？吐司不是发光吗？没有，他后面。哎呀，我自己掉到洞里了，后面正后面矿坑。矿啊？那是本机哦，还是？哎、欸？是谁？哎、欸，我看家里正后面有个本机啦，我看碰。本机啊，本机啊。哦。我喷掉了。耶、yeah, ，不行，他们两个一直在守这个土司喵，在保护我。对，本机跑很快。可恶！可恶，回去了，去红石洞。红石洞，红石洞，冰淇淋。红石洞，红石洞。圣诞节好吃哦！圣诞节，对啊，新口味。我叫小敏智，巧克力，敏智冰淇淋，都是巧克力。巧克力是什么职业呀、啊？刺客，有听到吗？应该是吧。是啊，是刺客，他会隐形啊。哦，耶，喷东西了，耶、yeah. ！哦，偷黄金哦，谢谢，不客气、哦，让我走，让我走，让我走，谢谢，让我走，谢谢，耶、yeah! ！你回得来吗？我把黄金丢在虚空了。哎呦，不对，我不一定要丢掉啊，我搞不好可以带回来。哦，杰克又来了，杰克又来了。对，嗯，正门口。我看一下后面，我来看后面。哎、欸，没有，他绕侧山红石洞那边。哇！打他！好，发挥我这个孤狼的作用。其实孤狼也是可以超凡的。有啊，杰克狼我觉得很烦。把你的裤子还你啊！裤子，裤子，裤子！我要去捡裤子。哎、啊，你有捡到我的裤子啊、哦？我再离线一次，跟你讲。不要，不要，不要！没有在听人家讲话。哎呀，杰克又来了。在那个黄金洞那边，好，我破盾了，好，我来了，我来了，他是不是空 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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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 Q？ 他到家后面，他捞到商人去了，哇！发光的好大，这个不为冲啊，吐司喵，冲啊，冲啊！哎、欸，哦，死啦、啊？怎么了？没有，我刚刚突然想说，为什么会瞬移？死了、啊，死了！玩错游戏，玩错游戏！钱，我要钱，我要钱，钱给我钱，钱钱，我要钱！讨债提款机，他什么提款机？提款机，提款机。提款机啊！我没提到钱。哇哇！提醒失败。可恶！对，我应该拿斧头啊，破盾。谁在右边啊？右边？在右边？我说我们家的，我刚看右边有个红红的东西过去。红红的东西。红红的东西。自己人。对啊。还有。
可能是我吧，啊、我不知道。我把巧克力他们引出来。哎、欸，不对，巧克力看到你了。我？他去你那边了。没有啊，他没看到我啊。哎、欸，我看他往你那边走、欸，哎。他挖红石。哦。冲啊！阿、啊、锦在哪里、啊？哦，我要去找他们的那个发光。OK， 先换食物。好，帮你破洞，帮你破洞。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破洞，破洞，破洞，破洞！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发光的，我要领钱，发光的，领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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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领钱，我领钱，钱，钱，钱啊！去。你要死了，那我也要回家。哎呦。食物拿给你，你放家里箱子啊，你在箱子、欸、都没喷掉，很好。上面上面上面，头上头上头上。啊，我在中部哦。我现在心跳好大声哦，这样。你怎么了？心悸啊？心悸。哎呦，吸吸土，吸吸土。哎呦，不要再跟着我杰克，你变态啊，杰克。我只是去找个提款机而已，最近缺钱啊，我不要跑啊！呀，没事呀，他没事，好不好？哇哇、哎、呀！哦哦哦哦哦！再来再来再来哦！五下五下五下，再来再来再来一啦！五下五下。再一下，加嘛，加嘛，多几下，干扰出来，干扰经济出来。嗨，你好，我又来了，嗨。哎呀，可恶，杰克来了。是去，就想到一个冷笑话。嗯嗯，那杰克要跟杰克会合的话，要到一瓶。为什么？来，因为杰克来一。好、啊，认识达克来一哦，没事。你说杰克来一是谁？哦，没事没事，好像有点烂。还行还行还行。就跟上次那个、啊、Lumi 变成骷髅一样啊 ，Lumi 骷髅，对啊 ，Lumi 骷髅 ，Lumi 骷髅，所以才要去 Lumi 骷髅。嗨，杰克，你好，你好啊，陌生人，哎呀，好痛，他怎么那么痛？纳尼？怎么一下杰克来了？杰克来了！晚上那个啊，有没有听到？中路队，中路队，先守支援哦，支援哦，请支援收银。完了，他掉了，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右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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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小黑。巧，小黑进来了。小黑有附魔那个、哦、附魔的武器。咦、欸，送我的东西。是什么红红什么？是甜菜根，我的发，红红的甜菜根。想说什么东西红红的，感觉好像很棒。甜菜根，出去可以直接跳上面拿、啊，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哎，来又来又来，我来了，我来，抓盾，抓盾。还好，没有喷很多。哎、欸，我们才喷掉了，没有喷很多。我空没喷，我觉得这是容易呢。哦，快跑！杰克有点痛。没按到，可恶！换他们踢我们。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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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外面外面外面。哎，没了没了啦！没了没了。巧克力在铁矿洞。他在挖绿宝石啦！他在绿宝石洞啊，铁矿洞。好、哦，绿宝石。你是间谍啊？哎呦，这两个颜色看起来差不多，都是金属嘛。是间谍啊！混乱邪恶一下啦。
中间开打，中间开打，啊，死去。人物没有人，你看不到，看不到。我的斧头掉了，我贵重的斧头。我衣服都喷光了。哎呦呀！第三阶段，有些钱了，耶！哇，有点财，快收，快收，快收进去。钱，我带钱回来了，我挺有自己的款来的。先演兵，先演兵。嘿，没有没有隐形，他是怕说有人绕吧？看什么东西？土司喵不要跑！哎呦呀！我没有输啊！哎呀，哎呀！哇，他丢死了！我要给你，我这次来去混乱的，我来去赚他们经济，他们钱就没那么多。本机又来了，本机杰克都来了。好，我测一下。干嘛？金矿哦。金矿洞，矿洞。他没用到技能，对，他原本想开，他刚刚拿手，可恶，土司喵又跑掉了。右边有人哦，右边山上，右边，我看到了，我去扫家。绿宝石30颗，天眼不要用， yeah. 还是晚点再用。强制点名，点名。啊有，他那个也回去了，刚好。有。耶！家里什么都有，好棒。哎、欸，不是，挖黄金全部都有加倍，然后挖这个绿宝石。左边哦，左边。哇！左边人上山咯，杰克来咯，杰克来一，那山上的小心哦，杰克看到你哦，我在山上，哎、又回来了，嗯、还有本机，还有本机，土司喵，门口大门口，家里哦，完蛋了、哦。来了，回来了，回手了，回手了。应该两只吧，还有一只吧，还有一只，后面还有一只，本机，本机在后面。哇，有他们全附魔嘞！啊，他们已经附魔了。奇怪，每次都是喷斧头的。他是红色的，用文字代替效果，我觉得很可以哦。看起来效果显著啊！我要笑死了。嗨，兔子喵，我又来了，兔子喵。我铁证已经做好了，想做什么的可以做了。哎呦呀！哎呀，不要把我打飞嘛！哎呀，那、啊、你们急退好讨厌哦，他们全部急退啦，这样的，没办法干扰。准备要飞喽！又要飞了！表演 B 哦，到表演 B 哦！完了！哎呦！哦，有人在飞耶！我在这里！敖姐看，但刚好在矿洞那边。后面有人？哦，还踩到中毒的陷阱呢。他剩一滴血。给我一下，
吐司喵，我又来了，吐司喵。好惨哦！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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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了，我要是我的钱，我提款机，提款机，我的提款机。啊！我们要不要也让他们发光一下？可以啊，那我换，防本机。对，他一直从后面偷袭，不过还没挖到啦，嘿嘿嘿嘿。啊，我的头爆了。嗯，我发光没了，可以冲了，可以冲了，然后可以偷偷摸过去了。嗯，怎么有人来了？来了，右边杰克。嗯，来了，还是没有用到，还是没有用到，没有用到，没有用到。有人下去挖钻石，巧克力有上来，巧克力有上来了。看到很多人跑掉了，又游下去了。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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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诶，挖矿哦！哦哟，挖矿挖矿嘞！啊，挖矿啊！矿金金金哦，金啊！挖矿啊！挖矿！挖矿！好了，不行，赚不到他们。哎笑。阶段四之后就不能这样死了，不然那个会一直送分。桥上开打、哦，可是很多人。哎呀，我受不了了啊！哦，好痛，好痛，好痛！嘿嘿，加入哦！啊，去哇！杰克打，杰克打。杰克还送绿宝石，应该是刚你们的吗？嗯，我刚没有，我也没有。还送绿宝石过来。哦，云鹤，你们要附魔在那个附魔台的箱子里面。晚上了，不行，这里好，有我支援你，没有用了。好，右边那个是本机吧？那是谁？哦，不见了，在右边本机。哦，右边杰克，杰克，杰克在铁矿哦。本机正面，他绕后面。音乐后面有了，上掉了，没事没事没事，出墙。面，这边两只，小哥在金矿，这里就挖掉，看这样子比较好拿吧。有人破玻璃，挖挖挖挖挖挖挖，这我还是拿不到哎、欸，可恶，像拿这样子哦，对，有点懒。好，知道了，这样子，他们不知道这边这个，这样子 ，OK。耶、yeah! 我拿箱子，自己拿箱子，拿着把堵起来。耶，在哪？你要打吗？那个金矿又来了，巧克力。哦，我先问一下，有人要来帮忙收巧克力吗？在哪里？我可以去帮忙。我们在金矿啊，他一直在那边嚣张啊。左边有人哦，左边山上有人哦。好。或者掉波顿掉虎离山哦！我回去，他们，那我来了，后面有一个，家里有人来了，家里有人来了，走后面哦！哎、欸，杰克跟我抢铁巨人哦！好，没用啦，没用啦，没用啦！Oops， 我掉下去了。
像铁巨人啊。他们的击退好讨厌哦。可恶啊，不行，被击退了。直接扣十分，哇！一二三，三个，嘿嘿，加红边呐、啊，嗯，有点方便，嘿嘿嘿。你是没吃的、哦，露米。哦，对啊。江子明就有吃的。我没看到，直接出来嘛。你剩一滴血，你是能干嘛？你碰个线，然后死。放到两个人，近况两个人。好了，吃东西，吃东西，很饿，很饿。是了，不行了，第四阶段不能洗了。哇，那干扰有点失败。小前面前期乱那么经济，没有乱到很多。对，我觉得没乱到很多。让附魔附体来了。他们真的比较强。哦，天眼。Oops。哇，那在金矿那个红石洞，你本机可以提前讲。我黑摸摸看不见。来了，他们已经没有发光了。嗯，我们经济不够。嗯，我的发，还偷打我一下。哎、欸，我明明就先按下去的，可恶哦！杰克来了，金矿。有有强制点名，又被强制点名了。你在找什么？没事。牛排耶、yeah ！又来了，又来了，金矿，杰克一人。我们有可以附魔的吗？我们附魔台在核心上面，但是没有盖书柜。哦、oh ，外面有两个人。出去打架喽！可以撤回去了。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斧头，我要斧头，我要斧头。过来，过来，过来！回来啦！咦、欸，看不到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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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欸，咦、欸。哦，他们家下面挖段子，其实老实说，蛮有进攻的说。他们怎么挖？就是一个坑，但是没有得很深，所以代表可以从下面偷挖。哦，没有挖到，没有挖到说手碰不到的程度。对，不过目前我没有发光。家里后面哦。好、看到了，看到了。哎呀。他一直挖开，我一直补一个给他。有没有来？又回来，又回来！哎、欸，左边，左边，左边，又是铁巨人。走，你们两个左边，后面喽。哇！经验值对立。反进。怎么了？你说从后面来啊？对，他在你后面，刚在你后面。杰克先，杰克先，杰克先。一滴一。
哇，他巧克力居然只有一滴啊！哇，他装备这么强、啊！哎、欸，后面后面来了，巧克力来了，巧克力来了，巧克力来了！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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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拿掉！快快快快快快！耶，赢了！有了有了，金子归零。啊，拉一下拉一下。这个是黑色迷雾，这个给你。粉鸡的剑士，应该是他的，他刚、所以迷雾才会被射到，看不到。爆影啊！没有，哇塞，哇塞，好呛，好凶。迷雾，你有开麦吗 ？Hello。卢米，啊！我叫错了，白痴啊！阿纪，你叫错了，我怎么叫错了？什么东西？阿纪先叫错啊！阿纪先叫咪鲁不是吗？哦，我刚是叫阿纪吧？我这玩笑好凶啊！不是啊，你说，哎，来啊，小心，小心！前面，前面，前面！他想堵你，他想堵你，他想堵你！我来啦！右手左手拿红色花花，右手拿斧头。还是你要拿红色染料？我做红色染料给你。想把它涂红。哇，讨厌的！完了完了完了！等一下，我在哦，没啥了。哦，都开技能了，开技能，开技能。那就是我的脚跟去顶到那个电竞滑鼠的那个伸缩。哎，小黑这门，这门，这门。然后现在我脚卡在里面，拔不出来。好痛！尴尬。哎，偷吃。玩的要 CD 了。卡紧后面巧克力吗？急退，那是急退，真的是超级退的。你就是想讲瑕疵，然后用急退。全员隐形。全员隐形。好，哎呀，哎呀，那这样是发光，受伤了，没了，对啊，够不够？还差五个，还差五个，我天哪！你用黄金换啦、啊，黄金可以换啦、啊，他妈挖绿宝石了！耶、来来来，换好了，哎呦，快快快快快！看起来暂时安全。嗯，哎呦呀，暂时安全，我要出门喽。捡东西。好，他们都回去了。这。行吧。没有，他挖绿宝，没有没有，他是挖那个，他故意的。啊。可恶，又是不小心掉。我也想说是不小心的啊啊！我不能隐形哦啊！忘记了，对，现在隐形了。不是我角色不能隐形。哦，对，角对角色不隐形。哎呀，哎，所以你这个有受到这个活动的效果吗？没有没有没有，我刚刚没有隐形。哎呀，效活动也没有。后面很多人啊！撤！我们有那个技能的。干讨厌讨厌。后面一票人好凶，怎么都没有那个弱势的任务啊，这只能祈求了，对，真的老天爷啊，天爷啊，他弱伤吗？弱势加成吧，作者有听到吗？作者我需要弱势加成啊，作者你要问那个天神啊，一号抢着先机，嗯，什么随机胯下爆炸？哎、欸，哦，哦，放烟火了吗？打死要赶快那个哦，就举盾之类的哦，我把他推下去打。你把他打往那边，哦，哎、欸，都是喵，哎呦，你真的爆了，哎呦，哎、欸，看有没有光武黑剑，来不及呀、啊，很深哎、欸。来了，卢米，你去挖钻石，快快快快快！我没撇高了，我破光了。
你有铁稿，你不要想骗我，你没有铁稿。有我有。就想说你没有，嗯。有有有，我有我有，我挖了我挖了。你刚刚是不是想说我没有？嗯。哎、欸，对，我刚想说，嗯，看一下好了。还有双倍喽。我、哦、眼睛好干哦！天啊，来几颗来，能跟哈基一样了，太紧张不眨眼睛。没有，轻松玩啊，这个正常，没差，死掉也输掉也没差。哎笑，那我要命名了。我只是想说，我要通通取红色的，红色的，红色的。红色的，红色的，没关系，各种红色的，霓虹色、酒红色、桃红色。没经验值。你要几本啊？没经验值。蹲一下，蹲一下，蹲一下，对，撸一下。突然一大堆人守核心，杰克又来喽！有了，有了，有了，两等，两等，两等。你要命什么？红色的耶！哎呦喂！哎呦，我也得到了！哎，杰克来喽！在门口，到门口，门口。那、啊、我还有两个，我补两个回去。啊啊！多补一个。好了，红红的，他附魔了，谁附魔了？土司喵，他们要他们要都冲过来了，是的。哦，好，今天用的弱势加成，有人在挖我们的黄金，有背水用背水，红色的耶，红色的耶。左右都有哦，全掉光了。左边一个来哦，商店后面。来打他，打他，那需要我们红红的刀。红红的，红红的，走。本门口，门口，门口，门口有一个、哦。他进红红石洞那边。他去救他去支援他了。那个是红，那个是红色始祖。红色始祖。对，红色始祖鸟。跑走了，始祖鸟跑了。跑走，跑走，跑走了。它是绿色的始祖鸟，它弄错颜色了。我们干脆坐在家里，就是大家的团体行动，然后好吧，踩一个，拉一个，围上去，这样。对对对对，我们当火蚁，每个人手还摆后面，往后就往前冲。啊，我们当那个蚁窝了，一有动静全部冲出去，啊，红火蚁啊！现在那个本落，有人想要捅蚁窝，对，我们是外来种。哎、欸，我想要去换个职业，好啊，换什么？好、啊，换了，啊，借挖一下，怎么换？职、欸、业商人。噔噔，风神射手 ，OK， 我是神射手。我这边有多一把呢。那我要一个。我放箱子。哦，好满啊！看到了。哎、欸，啊，那个是游侠的。不能用，他不能用。抱歉。作者，作者，不用啊，作者，作者，我也是我的奴啊，或者是其他的奴啊，就我也对又，哎呦，结果不是啊，因为已经又隐形了啦，隐形到我的帽子绑定，我也是啊，刚刚就想偷挖了，但我们这边都绑定的啦。一个发光，一个作者，一个发光，一个不能隐形，三个头发被绑定的。笑死！嗯、这个见识哦，你右眼不知道是刚什么虫跑进去，我眼睛好痛哦，对不对？我刚刚也是有没有眼药水扎一扎？好扎眼睛啊！不是，金矿洞有一个跑进去的，就是一直有感觉刺痛刺痛的，就有一颗感觉，那、欸、有一颗的，那应该只是就是原始，就是多扎几下原始东西，或是那个睫毛，睫毛有可能会跑进去，稍微等下原始太大颗。你干嘛啦？你在干嘛、啊？这是你的意图，同意啊？你是有强迫症，要就同意啊！刚刚是哎、欸，他们进来了，怎么有讲 ？Lumi， 我因为很痛，两边都有人两个。你要喊啊，不要死掉才说。有人想放 TNT， 有人想放 TNT， 憋住不叫啊！谁想放？正门口两个。
只想放楼上那个是不是？我后面，我们后面，后面。好，我出去。后面有个想放 TNT。我出去，我出去。蚁窝，蚁窝冲啊！蚁窝。哎呦呦！完了，爆了！左边，左边，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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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有得几补吗？是的。水啦！巧克力中间。没了，没得补。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哎呦！夺得先机。刚归零先哦，没有，刚是胯下爆炸。对，刚快了。怎么都是旧任务啊？作者，作者，等一下，我拿到个节制氪金四，击退二。他们好像是因为击退吧？节制，为了击退之类的。天哪！这也太高了吧！好家伙，本机也站太高了吧？本机站太高，什么意思？他站在我们家门口，把我们家门口垫高了。你家门口？嗯。哪里？没有，现在金矿洞，现在金矿洞。不行，我这是眼药水，点下去我眼睛会张不开五分钟。没有到那么久吧？有，我买那个日本有一个那个什么超凉凉的那个，对对对。但那个不是说会有抗药性吗？会吗？我不知道，我不常点。对啊，对我后来没有用。那时候不常点，我就买了一瓶。哦。眼睛很酸。巧克力又在金矿洞。然后点完眼睛就不能动。对，眼睛都不能动，三分钟不能动，眼睛就在这边啊，好好好好好，好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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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气真行。哎，人呢？没有人哦。他们闹工程哦，回去了。他们都不来攻的话，这样子，这样子我要去送头了。我们绿宝石够吗？我们要不要等一下弄个？里面有十五个。被水战，但是还要存一个十个，他们会用无敌哦。还是你要拼杀人？拼杀人啊，就是他们如果查空过来就杀人。哦、啊。除了巧克力以外的，应该都还好，蛮好杀的。对啊，你的意思是，他有附魔，其他人没附魔。哦，哎、欸，三次喽，又点名了。欸、今天特别孤单，是不是？啊、天气只想点名哎、欸，又不是都没玩这张地图，你干嘛？两个礼拜一次，他觉得还是太冷了。现在28颗。我叫这里有男生吗？除了繁星，什么意思？我是女生，我是女生。你看不到我，哇、哦！这什么？这什么？我都没有，我都没有破隐形，是不是？对啊，五分钟。我在他们家。杰瑞瑞宝在你那吗？对啊，六到这啊，怎么了？箱子里面还有16颗。16？嗯，我刚放进去的。扯爆了！钻石胸甲要怎么打？哇，钻石胸甲！哇！哎哎哎！金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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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矿！哇，还好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金矿没有人。那就是除了他以外的全部狂 K， 然后躲回家。看到巧克力就赶快跑，看到神经病一样，有鬼啊！赶快跑！现在50颗，50颗绿宝，怎么声东击西啊？我在他们家后面，我在他们家后面，中间两个进来了，中间两个，两个小雨哦，有，还有一个巧克力，3个，本机4个，哦哦，
花光了。进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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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玉进来了。丢手弹丢手弹丢手弹，死光喽！哇，两个喽，三个喽。他们用那个罪恶罪恶之大提升。对，哇，没了。哇，完了！请问我们14个完了，我们到楼上了，哇！哇哇，这没办法，救不了，一次盯完了。哇，哎，这个战术扯。作者，哎，怎么了？你好，很棒，我觉得这很棒。哇，这个被带一波真的是亏啊，救不了，救不了，真的。我完全没附魔，好惨。也对了，没得附。你愿你拿什么？啊？没有啊，我身上没有东西啊，没有啊。你没有吗？没有啊，你现在可以给你看，现在可以给你看。现在只剩下游戏记录了，你要看什么？没有。什么都没有，我现在只剩游戏记录。打，一定打起来，他们全部杀死。他其实一开始真的是一直打土司鸟。我想说，这个要赢，就是先把那个经济先乱掉，所以就是想办法掏金者，反正都会破。我就说土司鸟，他一定打你，不用管，他一定打，他一定打爆你。为什么他一定打我？我走到哪都打得到，因为你有发光。掏金者啊，经济来源啊，你几乎都掉头哎、欸。对啊，每次回头我怎么又不见了？我头又不见了。我说我们又斩首了，又斩首了。特种头，那你们最后怎么一直待在家里？我们就当火蚁啊。战术，我们的战术想说啊，我开始会死掉，会喷那个分数嘛，那我们就大家全部躲在家里。一轮过来，我们就蚂蚁窝出动。蚂蚁窝出动，中了全部蚂蚁窝出动，然后就被你们捅蚁窝了。我们这边想说鞭炮来炸一下，来炸一下，就感觉你们都在家里挖一个小洞，炸炸炸。结果杰哥那个炸之后把家炸了，没有挖到，对，没有挖到。最后一波有炸到，用手榴弹炸。蚁窝战术失败，结果被塞鞭炮，可恶！用鞭炮炸蚁窝，砰！我们想说已经想好了，我们绿宝石存好了，等他们来的时候，我们就要怒杀一波，然后开背水一战，然后还有那个无敌令都弄好，准备好了。结果谁知道他丢鞭炮进来，变态！直接丢。我们就想说，你们有可能最后一个阶段，我说不行，我们一定要第五阶段晚上就要做事，不要等到白天。真的？等到白天我就虚弱了。白天他就打不动了。猛，还想到说用那个罪恶值上升。想说你都说罪恶值这个东西 buff 了。嗯，对啊 ，buff 了就用一下喽。Happy Soul。对，十二月了，十二月了，可以领宝了，可以领东西了，24个箱子。伺服器连线失败，我被 ban 了吗？被 ban 了吗？好，我也是，我也是，完了，我们都被 ban 了。为什么？重开麦快看看，嗯，哦，可能验证是不是有些问题呢？哦哟，有可能，有图有可能，可能不买那个麦块官方又乖乖又来，搞不好正版验证那个又出问题了，然后就都进不去，不会吧？哎呀，不能进，不能进，哎。为什么刚刚都可以冠军都不行？哇！其他伺服器看看，其他伺服器也进不去，都不行吗？现在都进不去了，太废了。其他都进不去，我进了三个那个大伺服器都进不去，那应该是麦块出问题了。嗯，我就这么的刚好。哇！其他这边的话，感觉快要死。哎，有几个人？十个人吗？那就那个啊，杀一下。杀什么？耳帮二十吗？对啊，十个嘛，对不对？我怎么干？我没有下载的东西。我想杀。无法验证使用者名称。我是怕你快被爆完，我不进不去啊！找个免费的大。怎么会这样子？无法验证哎，连巧克力也不能去了。那就是麦块又出问题。对，
麦块哦，大家也没办法，巧克力的不行了。如果大的那种都是进不去，代表就验证有问题。现在大家都进不去，真的完全不行啊！大家自己去看 ，Happy Zone 那些都不行。对，我们努力过了，可是他看到里面都还有人，所以就可能你现在在里面没事，就是来就进不去。现在真的不能离开。验证的那个伺服器在维修，其他伺服器是正常的，啊、所以 你要进入伺服器的时候要经过个验证，那个不行，所以你在伺服器里面没问题。对，就是线上游戏要那个啊，要更新，结果你不下线都没事那种。对对对对，要下线都没事哦。真的？你有 Steam 吗？我也 Steam 啊。你不会用 Steam？ 哎、欸，然后还算蛮小的。哦。土司庙有 Steam 吗？有啊。那你有太空狼杀？我要看一下，你们要看一下，你有玩过啊？我要看一下，因为我通常都是买了游戏，然后就丢在那边不玩。你可以先丢好友，我们加油，边 ready 边等伺服器，没有就算了。真的都开了盲盒吗？哎咻，盲盒是，整盲盒真坏掉啦。对啊，没办法。踢掉，只要放这个封面，大家看一下，假装还有在动。不是他那个封面那个图，他不是一直转吗？至少有一个看起来比较动态的东西。本机你这个很奇怪、欸，它显示了什么？个人账号是什么 ？Q 一三五七九，感觉都是 Q 一三五七九，我是正常啊。在哪个？一三五七九啊！不好看，他密码是不是24680？二四六八零？你不要把人家密码讲出来。是第246840。那猜很合理吧？对啊，我猜到，你猜到。快点换密码！我已经换了，我已经换了，我刚刚马上就换掉。真的？你真的是吗？你是刚听到我们说要，然后赶快办一个。没办法，这个被识破只好换了。你是杀手？密码这太烂了哦！太烂了，太烂了！你设个自己生日或手机号码。哎、欸，我登了，你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吗？可以了，看可以了。所以就是两分钟可以，刚好维修那一点点时间、哎。我不行，啊、我还是不能。关掉，从麦块重开，我进来了。啊。又进来了，耶！狼人杀玩完了，哎，可以了。我们可以再这样继续玩。你进不来，你是不是怪怪的？你 是没有任务？哦，没有任务，你是怪怪的。没有做任务啊！你在那边是不是没有动，在那边装忙啊？露露米，这怎么那么像？嗯，无法验证哎、欸。你重开嘞。我重开，其他人有办法吗？我们进来了啊，我们进来了。只有几个人？那个两分钟，就那十秒可以进，十秒过后就不行了。无法验证呢、欸，也是。嗯。哇。看来要把游戏开起来了。完了，看来我要点开我的脸点了。哦，又能进来，等一下，等一下，进来了。哦，哎，我进来了。啊，就是草泥头。手机抢伺服器嘛，对不对？抢灯，抢灯时间，抢灯，抢灯。有人说用直接连线啦，只是你就要加密中有了，我进来了。哦，他记了，剩下几二，剩下几六八九，对。我在努力了，抢灯，抢灯，快！天堂刚开那个伺服器维修完，大家都在抢灯，要等一下。他是进来了，他进来了。来，我们这一场不得了哦！还有。你们看到这个地面的物资？啊，地上都是铁吗？哇，叫做铁砖，天空钢铁之城来啦！哎呦哎呦哎呦！它、哎哎哎、是在天空哦，而且所有的地面都是铁方块，所以呢，哦，
代表我们这个地图有一个最稀有的资源啊，有没有？这边就是矿区，铁矿想要的话可以在这里挖。好的，没问题。啊，这样真的没问题吗？排列整齐的，欢迎来这里解挖好不好？我觉得这个挖铁已经很赚了，自动贩卖机，自动贩卖机吧。红石青金石也在这里，哎呦，然后木头在这，后面呢就是家里的核心一个重生点在核心后面。所有的都是铁方块，想挖都可以挖。但附魔台好像没有，没有要。然后分明在这个铁方块的旁边，挖矿的旁边。哦，他们被关在里面，保护好。人哦，保护好他们。哦，是保护是不是？对，虽然这看起来有点像是监狱。我应该不是看起来，应该不是看起来。嗯，然后外面这里就有黄金跟绿宝石。哎，那这个是核心吗？这个我在猜是不是钻石？钻石吧，这个颜色。钻石啊，这个颜色，所以也有两个钻。中间，然后中间这里也有中立一个中央任务跟上面可能又一个钻。嗯，对对对。哦，对。然后呢，如果你很想要鹅卵石的话，这里有。好偏心哦！天哪，太偏心了哇！有岩浆可以用了，回家用。但岩浆也就只有那两桶啊，你也没办法干嘛、欸？不是啊，是真的要来挖石头，没错啊。对，这边就可以来挖石头了，才能挖铁啊。然后呢，它外面都是没有屏障的，所以你要绕多外面进攻也都可以。对，弓箭很重要了。好好，天空钢铁之城，黄金绿宝石在旁边。对，黄金绿宝在那，看到铁在这里，铁在这里，看到我发在这里。想知道，欢迎来这里挖铁啊！那就是让观众来了。好，我很缺点在这里，就要先挖石头，然后再挖配色，对吧？都可以发呆的。太低了吧！我想说，哦，有哇，这不好进攻哎、欸，这进攻很难。那个就对啊，如果被碾过去是出不来了哎、欸。对啊，只有一条路进去。对啊，你这样子矿点被挖掉之后就有重生点啦。嗯，一定要重生才能走。可以自己把路挖掉。对啊，可以自己把路挖掉。对啊，把里面没有摔下去。为什么这里有一个基岩围起来的齿围棒？哪里？最上面那边。齿围 bug。啊？要不要看一下？里面什么东西啊 ？bug 这个啊？里面有啥？可以打开看的意思吗？不然，安朵拉的盒子。吓死！打开吓死！有吗？没东西啊，里面没东西啊。要打开吗？那我要敲它。好。啊！哎、欸，居然不是没有东西啊！没有东西啊！没有东西啊！好，哎、欸，屏障没有东西，一个屏障，嗯，有一个屏障是好，敲不掉屏障。它只一格高，它也不能干嘛？我在想，会不会是它其实指令包给我偷改，但是它被巧克力覆盖掉了？那、哦、可能偷改的是说谁谁谁进来就直接被 TP 到这里面。哦，有可能类似这样的意思，哦、我猜是这样子。因为他原本是这样，他原本里面只有一格的空，霸凌的地方，有可能，我猜原本是可能是这样子，就是对，有可能，什么？你这边在关谁？因为这边有一个指纹 bug， 应该是他地图有偷改我指令包，然后可能是有谁进来就 TP 到这里面这样子，嗯，猜测啦，猜测可能是这样子，不然这个包是干嘛的？看不懂，看不懂，你这次顶什么？哦，圣诞老人啊！一个在里面，恭喜你猜出一节课，是不是在霸凌？没有，他自己进去，自己进去的，自己进去的。哦，他都在霸凌杰克了。然后等下杰克，然后噔噔噔，再把他关起来啊，没事。我什么都没看到，把他关起来。没有，退货，退货，没有包，拒绝退货。打开看到杰克身上全部都被那个绳子捆绑，哎呦，好有哟！他脸红红的看着，啊，对耶，这场吉特就变得很重要哎。嗯，哇，
哦，把人家挤下去。害怕。哎，对，你们刚刚怎么一开始就挤推那么高的、啊？没有，是负的，是因为我一直一直过来吗？没有啊，因为我从头到尾站在家里面，然后一直站到杰兹克星击退啊，真的，杰兹克星四，然后击退二，对，那一把是什么东西？不好意思，这是我三十等付出来的，给你差点击退二，我很开心，然后而且小李的三十等是在家里蹲到三十，我前面蹲到三十等，蹲在那边，一直蹲着。骑士，哇，这骑士很危险、啊。这里用骑士，很嗨的哦。哦你骑的是彩虹小马吗？对，他会飞哦。哇，这个，那你要过彩虹桥了吗？我再盖一个彩虹桥出来。Rainbow， 上面只有红色跟绿色，还有黄色啦。哇，他给我的素材就这么多了。色起来了啊。嗯，不就是当这个吗？还会补弓箭给你。拜托，用个结界师。等一下，你说射起来吗？这个东西不就很适合吗？哎呦，对啊，我就是用这个啊，通通挡住，结界师挡，通通回收起来。好啦，我玩骑士，不好玩，再换掉。好，加油。好，不适合这个。有谁？那我来神射手，射起来，射起来，射手，弓箭大战 ，biu biu biu， 讲红石就很重要了。他妈很多超金石，四个。哎、欸，他其实这最多的就是青金石啊，还有四个青金石。嗯，青金石可以换钱吗？好像不行哎、欸，好像没有吧。你可以做成青色燃料。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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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红色比较好。红色燃料。这里没有花朵啊？没有旗帜啊？我们这边是红色地区、哦，我们把旗子附在盾牌上吧。职业选择好了吗？跳过，跳过我们的话题，我们下一个话题。好了，哎、欸，结界石是有钓竿对不对？对啊，对对。那我们欢迎来结界好了，你想钓鱼，一起来钓人啊。反正就是放个红石的。结界，然后在空中吊人啊，他们射不到我啊，你又可以吊人，好啊，哇，对，那就来了，好，好，嗯，是打斗，是打斗，为什么有人烧起来、啊？他刚刚在泡岩浆啦，我刚刚想说比较没问题吗？还敢泡啊？自己的问题哦，哇，我的马看起来好恐怖哦。好恐怖啊！那马，那你那个马直接可以过。嗯，为什么要跑酷？我一开始就掉了。你那个马直接过也不用跑、欸，哎，那么厉害。可是我快被谁在挖铁啊？谁？哎，铁啊，铁挖完啊！你给我超多铁、欸，来来六一组多了，进去吧。有人来了，有人来了，有人来了，来了，我下去了。對啊、我想说，身上我有两块铁，我这里太多，还在铁穿它挖一挖就好了，更不用挖铁。掉太多东西，我全掉光哎、欸！白痴，全喷完了、啊，50%，50%，他把岩浆堵起来了啦。哎呦，哦，很会呢，玩都不能玩，很会呢。他们已经开始在射了。哦 ，No 麦胜 ，No 麦胜，堵掉是不是 ？No 麦胜 ，No 麦胜 ，No 麦胜。哦，别过来，这个好卡，这个好卡，结界师很卡。有那个，他的行动方式超快的。你有看到哈？有啊，他超卡的。铁很多，可以都在巧克力那边，都在巧克力那边。铁，好爽，好爽。铁，我铁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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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哎，怎么巧克力吸走？不是啦，不是啦，不是啦，哎，有人来滑下去啦！铁方块这样就一组铁，一组铁，来来来。哈哈哈哈哈！我帮你们挖嘛！哇，很多很多，我在旁边吸到了，我在旁边吸到了。
好，你们东西很多，可以保我。我要离开这里，这里太危险了。等一下，我觉得要先做出个铁稿，不然等下说不能做事了。哈哈哈哈哈！哦，一组又一组，好吧，自己分自己分。红组怎么亮起来？哦，其实就是有人来了。铁是速度嘛？铁是速度。哎，挥棒能干嘛？啊？怎么指挥棒？指挥棒让你的那个、啊、召唤的变厉害。有人可以陪我去挖绿宝石吗？前面好多人哦。打回去啊！丢铁给他。我怕是被打下去。有人在用吊杆在吊。速。突然加速有点，速很危险的、欸，这样怕了，好难跳，好远啊！我害怕，这速让人有点抖、啊。我离不开这里了，我要站在这个木头堆了，了我当定点炮塔。没有啊，铁那么多，我又只能速啦。跟你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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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没有红石。你这样很危险的、欸，等一下啦！突然跑速又变得不够，我很怕。时快时慢，太可怕了，很恐怖。这姐姐死嘛？给你们速，给你们速！哎、下去是不是？下去是不是？人骑马掉。有人在，你知道我刚刚那个马上面讲完，就刚刚前面有人都没到。等一下，等一下。没有，我怕他们太快过来，赶快！我装备全包重做了。哇，你这么衰哦、喔！衰的。哇，资源很贵的呢，这样子对吗？资源超贵的呢。天哪！欸、啊，还有啊，还有啊，对啦，对啦，体会不够用啊。不会啦，再挖就有了嘛。哦，很多铁去。白痴、喔，我坐矿车啊！你想坐什么啊？我坐了一台矿车，有人要坐吗？地板拿木头补一补。这个箱子里面什么东西？有东西吗？没有，没有。哎，人，人又来了。去死吧！嘿，剪刀，剪刀。你怎么不先挖绿宝石？挖都挖，都挖，你又还捡空？叫你挖？叫你吗？他说挖。下去，痛！呀、欸！又来了，杰瑞！又来了！啊！本机，你要走就走，你为什么突然回头？哎呦！谁是我？哎、欸，为什么连副手的东西也会不见啊？你没有剑死，被、哎、他拉弓了。对呀、啊。啊！我的妈！我副手东西也不见了。副手东西不是？是。哼！等下这怎么回事？外杯啊！外杯啊！我把你妈砍死！哎呀哎呀！鱼儿又要给我完了完了完了！我看你跳上，我就停手了。好可怕啊！嗯。还有40滴啦！撤退，退！哎呦呀！撤退！抱、抱歉，对不起。撤退！撤退！他们两个，我退。啊，我们家也太多敌人了吧？超多的 啊， 啊！地图就这么小张啊，真的都是真的超小，太多了，都通通跑过来了。这说巧克力全部都在 PC 断了，对他是不是直播都断掉了？对他刚刚直接断掉了，哇！嗯、就网络不见了哦，截图。那他游戏还在里面吗？没有，游戏也不见了，都不见了。那他网络可能突然断。哇！没关系，我们可以 hold 住整场，我们都长大了。对，阿布德玛嘞。在我这里，旁边，他其实啥？哎呦，400万广告了，400万广告了，你好呀！快，赶快广告，快！真的吗？说巧克力断，巧克力断，巧克力断，是不是？对啊，没关系，那个不用 ban 没关系，留着没关系啊。
先留，先留，先留，先留啊！不是，我不要骑马，你的马拉乱放啊！乱放啊！这孤狼又来了。这这么小的地图用孤狼，其实不太好吧？他不在乎他的队友啊，他只想打架而已。各位各位，哎、欸，只有我们有水了。啊，他没水，我有，有无限水源的。是的、啊，哎、欸，那你可以在我们家旁边吧？对啊，倒一倒吧。我们家附近倒一倒啊。身上几乎全喷光了，我可以当空岛玩了。倒一倒，出来了。你说核心附近倒一倒玩什么？我们家附近倒一倒，这样掉下去自海游得上来，掉下去可以游回来的。其实来不及哦，我们只有三个而已哦。可以的，相信我们的。没有东西了，西太短了吧？这三个，这三个，我打去他箱子里面，他箱子里面。挖矿，挖矿。好饿哦。对耶，铁好像可以换成黄金，黄金都换成绿宝石。哦，对不起。可是现在没得换啊，现在没得换啊。现在没办法换啊。哇哦。这个后期就害怕了。谢谢，我刚见点了，刚见点了。见点丢了很多东西给我们。哇，大地在冲进来了。不好意思，见点旁边有人，我必须打他。这个也太卡了吧！就有一个很卡的，很奇怪的。那个 cover flyer， 刚刚打大概过一秒多才飞下去。太卡。厉害了。好饿哦，一无所有了。被他封印了，我要做一把斧。我有。等一下，我做一把斧。我挤我啦！你不下去。啾！啊啾！哎呦！啊啾！啾！啊！阿秋！哎呦喂！阿秋！阿秋是谁？你不知道阿秋是谁？哦，你是说那个阿秋吗？对啊，你可以坐我旁边的阿秋。就是、啊！我怎么又不知道是谁了、啊？我还是不知道是谁。林北是泥鳅啊！啊，不是吗？不是啊，什么都不会、啊、太多了吧？哦、啊，不是哦，路人吧，路人我知道。路人就是林北是泥鳅，还是王北北？哈，那也是啊，你是同一个啦，同一个，同一个。你是在光山小？哎呦喂！没有食物了，怎么办？需要好饿哦，好饿哦。快那边被占据了。你为什么要在游泳？孩子去吧。是不是打不过去啊？那把我们家拆掉，好不好？哎、欸。叫叫叫！我们是被封城了、啊，对，狡猾，对，太狡猾了。哎呀，我没有一个能就是进攻的人。有，他下去了，下去了呗。好，可以买食物，不要鬼来。好饿，好饿，可以买弓箭了。食物，买食物，买食物。过来。没有钱。过来，下去了。十五，进攻！还好吗？进攻！他跳过去了，他跳过去了，他跳过去了。嗯，骑马部队，他下去了。反攻时间，反攻了，好了。挖掉他们的路！开挖！旁边有只孤狼，你要做坏坏的事。你不会把钱都换掉了吧？哎、欸，没有，我自己挖的，都是我换的，都是我自己挖的。哦，我需要铁。哎，回家拿，回家拿。你家里有个箱子，我放一点点。家里、家里都没有了，我没看到铁了。来，上啊！啊，斩头，斩了，斩手，斩手。太一点点了吧，好恐怖、喔！太多点了吧，很多点，有五个砖呢。画魔，又是你，卡卡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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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东西好拿了。哎、欸，啊，我下去了。他们都从那个另一边叠一个
超过来了，高高可以给我个青金石。哎，就装备全喷光了。对啊，50%太恐怖了。小玉，给我个青金石一个。好，来你，他又跳下去了。我要去挖几个铁砖来用啊。嗯。啊，挖商店的好了，商店的感觉可以挖一下。那谁进商店很小心哦。嗯。我不会挖地板啊，我没那么坏啊。哦，你把他们的 外面的监狱挖掉是不是？对，让他们重建铁丝。我挖不动。等一下哦。什么？你有想法？有一点点想法。你有什么想法？要不要附个好东西？急退啊！刚不就聊？对啊。嗯，这还是你的想法，不是急退。不是急退，不是急退。哦，我们搬一下路。该不是靠筹资处吧？快快一点的东西。快快的，听起来是快一点的东西。快一点的东西。可是这好像不能快到哪里去。效率而已啊。可是铁砖是很硬的呢。铁砖挖很久。所以那时候拆烽火台拆超久的，超不喜欢拆烽火台的。嗯，我有钻稿可能才会好一点。对啊，需要食物。你除非你有个效率期的。所以绿宝石好获得吗？会被会被会被阻拦。他这边怎么没有交易商人呢？这个手榴弹怎么这么硬？哦，等一下，交易商谁会蹦啊？谁超硬？谁超硬？有一个全身蓝色衣服的，这个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他从刚刚就是啊，他刚刚在现在在那个嘛绿宝石那边。我拿铁剑砍他，他没穿装，然后我只砍他两滴血。嗯啊？你有虚弱吗？啊啊啊！你有绿绿的烟，啊！误会，没事，误会一场，没事，啊！那是中啊！哎呀，哎呀，误会一场，我想说怎么打得这么不痛？你还在宿醉呀？还没喝，还没醒呐，不好意思，还没喝就醉了，哇哇！欸、有没有食物啊？箱子里面有。然后土石喵，你在干嘛？我要录多久？你在干嘛？我帮你录啊！你在干嘛？他录不动，我录不动，他很碍眼。你要跟我，你跟我们讲啊，我们帮你挖。他附魔台要几个？你怎么可以吃东西？五个绿宝石。你怎么可以关这东西？那我先关一下。我放在里面好了啦，直接放里面。哦，有骑马进来了。干嘛？是你。我想说，你不是同伴。骑马进来了。我想说，是你。保护啊！哎，这里有黄金呢，金哥。有啊。下午了，你可以砍了，可以打架了。哎，我可以打架。你可以再砍他一刀看看。哎，过来，过来砍一下。让我砍砍。巧克力的回答。嗯，网络大爆炸。好了啦，退了啦，不要用300枚了。我的天啊！300枚会爆炸、啊，会爆炸、啊！不要用了，不要用了，退了，退了，退回去100了，退回去100。然后100，你看100那么稳定，对不对？对嘛？你看，稳定比较好，稳定比较重要啊。走。哦，等一下。我们有附魔台吗？我放在商店里面。商店里面。哦，等一下，我家孩子怎么那么脆啊？孩子，你吃过、哦？因为现在菜市场用咬的。哇，好好吃啊！我家孩子怎么那么脆啊？脆金属一样。脆。你，我们的矿工掉下去。套件掉下去了。矿工掉下去了。什么都没了。
这海藻脆啊！对啊，我的孩子怎么脆呀、啊？卡崩脆喽！卡崩脆，卡崩，卢宝如何夹？卢宝如何夹？这样子。哦哦，我有杀的多，好多钱的哇！手榴弹很贵吗？不贵啊。不是，我刚刚有人手上带了6颗手榴弹，啊，他就一开始开场就在丢我们啊。对啊，好像只有黄金吗？你要挖，帮你挖啦。都不讲话、啊，嘴巴长在嘴巴就是要交流啊，在恭维啊，是不是有个蛀虫在蛀体、啊？还是你的嘴巴只是拿来吃小孩？谁呀？场地有点小了，场地有点小了。没有，我把直立的东西回来了，回来了。后来你又发现那个岛只剩一半了，被曝光了。岛越来越小，刚刚看到的不太一样啊。没有，岛变宽敞了。对，我们刚刚加速到爆了，我不要用速了，对不起。不是，我们刚刚说你的300秒要改掉了。谁用力尖叫的？小玉，那不是我，那不是我，那个是土司喵。土司喵被打下去。我没有那么克制的尖叫。哎呀，你是？这个速到爆了。速到爆。回来了。等一下，在跑酷。不要跑酷，你就走，你把碟叠起来就好了。哦，有人！哦，我被定身了。啊，我来买。OK 吗？继续拉长一点。我可以帮大家防弹。好，手。那孤狼快死了。哇，他走掉，他走掉了。两层哎，哈基。哎，哦，里面有两层哦。哦，这个铁好棒哦。哎呦。哎，他中心点那个有屏障啊。枪枪枪枪，这起死的地方啊！哇，是哦，最起不能哎，有人家里有人哦，小心你自己，他走过来你就会掉。枪，救命啊！救命啊！那有限高限地吧？救命啊！哎，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没有啊？他是中间的那个。好了好了，我们来吧。要绕路，要绕路。巧克力上来啊！中了中了，上来呀、啊！他那边有一个那个，我想说，我完全没有方块。不是你，他快死！你打死他！你打死他！你打死他！我在想说，我们要垫脚石。哇！死狗屁！死狗屁呢？我跟繁星会飞啦！哇！哇塞！等一下，卢米，卢米加油！门口。哦，我穿个衣服啊，有点凉。哎、欸，我掉了，掉了，掉了，掉了！哎、欸，哪里？这边，快点，快点，欸、我们的掉下场，掉啊，掉啊！有没有转职的那个？那个这个墙壁有，这里，灵魂碎片。哦，有。为什么有个剑？他们都怕，他们怕，哇，这么快就第三阶段了，神秘的汤，神秘的汤啊！喝了，喝了，还不饿？不饿。哦，恶心啊！完蛋！我有，完了！哎，回复，我有。来喝，来喝。看不到了，还不饿？哎呦，加速哦！好可怕！还没烧死。哎呦，忘记吃哎。哦，哎，这个恶心点我。啊，这个可以。你们这路太浮夸了。想挖木头？不浮夸，还好吧。很狂欸，急救师就这样玩的啊！等一下，差一点，都差一点、欸，放个手。Yeah, 我放手。想干嘛？我钓竿快爆了！哎，这怎么没钓到？那是那个的，那个那个的跳不起来。他搞不好跳了，可是要等一下。那个应该直接爆炸。他很紧张。飞，然后玩哦，飞吧！这个人，是你到他，对，你动我这个人，哦，狂炸哎！啊，别人刚刚他死定，神秘的僵尸力量哦，力量哦，恶魔修，啊，你没了，掉竿没了，我回去补，等一下，多补一点掉竿，等等。
这天空之墙太棒了，门好烦哦，挖掉，拆掉那个门，拆掉，拆掉，烦死了！耶，力量，我们加这样水。核心区域的铁砖有四层。来呀，来呀，来呀，对不起，好痛，还是很痛，对不起，还是很痛。啊、听起来好像怪怪的、啊。来呀、啊，不要跑啊，再来、啊。他死音。矿物生成。中间。打过他来。我进不去，我进不去。我进来，我进来，我进来。哇哇哇哇哇！铁应该都可以换各种的吧？好痛，好痛，好痛。挖挖挖挖挖！上面的，来吧，上面快点来吧！哇，这疯狂用铁去换矿物就好了。嗯，换完了。好啊，走走走走走。快叫叫叫叫！好会点，好会点，好会点！有人来，有人来！哎，不是，他是小帮手。好点，好点，没有小帮手。有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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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来！有来有来呀，好多人，好多人，好多人！你可以附个那个效率稿，有没有？就可以把那个铁砖。可是还是要有一点时间了、啊，挖的。它撞高比较好挖，铁高还是慢？铁高还慢。五颗钻了，没力量。我有两颗刚挖的。完了，怎么了？他买了超爆多钓竿。一组钓竿，我需要，我也需要，我需要，我需要，你送来给我，快没了。满地的钓竿。你不用射，你不用射，我这边有手。我想着要带回去给凡凡，就不小心喷了一堆钓竿。哦，哎呦，附魔喽！哎呦，作者这个凋零太久了，这个汤好恶、喔，这样就无敌了、欸，他们射不上来了。下去了，哎、全喷，这怎么回事？哇，50%嘛，50%你也可以全喷，代表你太衰了。他们有一个吊不起来，那个是有屋顶的，那个有屋顶。哦，这么厉害！哦，他有，他出来，他出来，你跳，你跳，没有，没有，没有，哎呦呦呦，我在跳，我在跳。这两下他死掉，我灵魂掉哎、欸。我被定住了、哦，你的马被定住了是是。我刚才偷偷掉你的马。嗯，看到哦，原来是刚刚是开的，消失跟喷出来都开了、哦。啊、哦，是啊、哦。所以是50%会喷出来50%。哇、哦，你可能还是白绿色，绿色这样。超级战神、哎，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冲啊！你都付完了吗？哇，我还没啊，我也付完了。我还没啦，看他们招超级战神在哪，我们把他吊起来，直接把他吊去。M 什么都不对，对，我要站远远用射的。M U 用吊杆之力，不能用射的啦，小雨你都变战神了，有望直接直接冲了，不用怕。真的吗？我在他们家嘞。是小雨吗？不是战神，啊！我们家去了吗？是我啦，是我。飞天战神呢、啊？啊，无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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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会飞，打打去，打去耶！好爽啊！大家，我需要更多垫脚石啊！给你，他们有人丢那个，给你，给你，给你！好密码，哦，好饿，跑不动。好像把他们那个村民家上面的铁给拆了。对啊，你那边没有那个喽，手喽。好，我可以再放。哎，哦，跟你很近。还有11颗钻。哎呦，哎，有人想上来？哎，我还有2颗，我丢在。你想上来？吊爆他！哇，你在玩弄他呢，是吧？挺怕哟。哎，岩浆，我害怕。哎，对，我们没岩浆了、啊，可是我们早就被没了，被毒掉了。是他们有人放他们的啊，他们把他们的给我们了，我捞走了，是哟、
我说，岩浆，那个好卡，带走，是我们的了。嗯，好会掉哦，不能夸。哎，这个发呆的，我被你豆子摸到了，你怎么掉下来了？啊，他没经过我的允许摸我。他怎么可以这样乱摸你？欸，等一下，本季你有地上那么多东西。我这个，你说，hey, you know， 我不错哦，不错不错。转职书哎，给他记好了。哎，我已经转到我要的了。哦，你转到什么？臭臭的吗？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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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对，臭臭很强哎。对耶，臭臭还蛮强的。对啊，可以在这里臭一下啊。那你要不要再转一下，转个？安心，等一下拿一些垫脚石，我们这里直接岩浆轰下去了。好啊，好啊，好啊。嗯。弱势加成，哇！哦，我觉得我们弱势的，应该他们吧？他们吗？啊，哎，欸，他们从下面在轰我们啊！哎，欸，是我们哦。哎，欸，他们，没有啊，他们，是我们会比较强。隐形跟抗性，不过他们有那个，哦，他们有那种铁中挖耳朵，铁中挖耳朵。对，送他们岩浆。很明显，外面直接烧起来。哎，欸，对，啊，你怎么了？有人从下面想要来，吊死你！可以挖钻喽。第三天了，你怎么？反反等你，他飞过去了。没有，我他击退太远了，他直接掉下去了。击退太远了，有一个发光的过去了，掉舞台起来了。有个隐形的，哦哟哟，嘣，哦哟哦哟，啊，被打了啊！对面没发啊！啊，我只是顺便把他们的附魔塔给喷掉了。太碎了！哎呦，啊，那我发现他们越来越多人叠过来了，我被打下去了。那我就直接下来砍他。哎，哇，他们攻上去了。哎，嗯，对，他们攻上来了。怎么一个环？我下来需要垫脚石。那个岩浆太板，他们一定要攻。知道你呀。哎，发光隐形，差点，他要摔下去，底下有路哦，这下面有路哎，他们直接是，哇哦，他们铺的吗？我铺的，他们有下面哦，你铺的，那你们要秘密道路被发现了啊，那挖机啦，都看台了啊，没有没有，他是刚好像隐约打下去的，还是怎样吧？他被打下去，对。哦哦，哎，完了！哎，钻算完蛋了，钻不算，钻不算，不算。那玩这个，完蛋了！完了，刚复活，刚复活，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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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死了，我要死，完了！用手挖不算了哦，主持人要用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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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镐子哦。这有隐形的，挖到，挖到，镐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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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挖到了，挖到！哎，外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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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人没挖吗？还有人没挖吗？来，镐子，镐子，镐子。在地上，那个前线没有人喽。哎呀，他们有可能坏坏，他们有人在下面，然后渴望挖矿。大三来了，大三。还没办法，还没办法。那是。好，他不会渴望。快回去，赶快回去。走走走，噔噔噔，砰砰砰，砰砰砰，即刻即刻 ，go go go。杰瑞，有有，他们还没来。你还有方块吗？我没有。你没有，你没有，你来。我只是个跟屁虫而已。他们都还一直在想要弄木头，欸，哎，为什么？不知道。要盖房子吧？我要盖建筑啊。盖建筑。木头不行，盖哪？前面啊。挖下，挖上。你就把木头去淋岩浆，啊。你挖的也太慢了吧？我警告而已啊。这个卡卡伦。卡卡伦，鸡讨厌那只鸡。卡卡伦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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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耶！我岩浆换他们木头去，好哦。可以这样吊起来，他们也可以进岩浆。
锵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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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怕哟！锵锵，好了，我要走了，我要走，拜拜拜拜拜拜。呜、哦，你差点把它吊上来！拜拜拜拜拜，不要！哎、没关系，我的金镐还在。好、嗯，还在。哦，我要跳烟火的声音是不是啊？烟火。然后这边也盖到他们核心上面了。上不上来？怎么这个又在下面？他到底又在干嘛？明明可以从上面走，最后搭船下去就没事了。哦，有被听到吗？是啊，九九，好像有被听到，哈基。可能哦。可是搭船的话会被他们发现，因为我都是隐形进去。啊，你隐形进去？对。没有，我们可以一直推船下去。哇哇哇哇哇！等一下。啊！哎呦，这里发展危险。把地牛给砍了，你那底下好危险。把地牛给砍了，我们上面好危险，救人啊！救命！成功成功成功！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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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急救援，紧急救援！哇！怎么会突然地牛翻身？最可怕！奇怪，空岛会地震欸！哦，恐怖哦！气流，大气，乱流，乱流来了！骨头掉，怎么办？掉一次，冲一下！我也不知道中心点在哪里。中心点要跟你讲坐标吗？你们知道你们在他们核心下面吗？啊啊啊！中心点，他们已经挖空，有一个透空的洞。哦，巧克力讲一下，巧克力在大有个大字75/20左右。小雨后面，我知道，我看到你们 ID 了。他，你叫他开无敌，他上来，他上来了。耶，是啦，是啊，是有，他们追到你。啊！我怎么被掉了？我要救你！我要救你！杰克小心！杰克小心！炸弹！杰克救你！另一个！哎呦，另一个把他吊起来了！我们绝对保护你！等一下，我看不到路了，看不到路了！因为有人打你，有人打你！我把你救起来，救起来！有啦，真的有救到啦！全空！哦，有全空！我刚才叫你不要掉队哦。天哪！有刚真的有人从后面打你，哎，反正有一个人来，刚才没掉不动他，他比我们高，哇，他垫脚石好多，啊，他那么高想干嘛？他想掉，哦，他有掉杆，那也是召唤师。哦，亮，超级战神，好冲击 boss， 好突袭，来了，啊，突袭，啊，我要把家里有一个，家里有一个，引下去，说不定就没事了。他，哎呀，没事，我给我自己盖屋顶啊，我也会，差点被摸到，他摔到，有飞出去，差点被摸到，那个红色在干嘛？叠这么高。他想我们毒我们哦，我们有屋顶，我们不怕。接下来的嗨嗨，我锁好我们后面了，刚才是西墙叠上来，他被烫死了。哎，我们的钻石量已经可以做钻石中整套了。哇，做吗？因为很多啊，总共有三个矿可以挖。他们这里好凄惨。没有铁镐了，我一直都有放进去欸。啊呜！我放一个，有了，像是有一把，挖就有铁啦。借我挖个，我挖三个砖，我蛮有意思。他们还有人在挖铁砖。哎，你小心，他掉下来了，我要摔死了。啊，他跳下来了。嗯，他想打你。他直接送一堆矿物。哈哈，有保护翼的装，谢谢啦。哎呀，还有弓欸，哎呀，差点跑不上去。哎呀，他就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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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帮你掉。哎，啊，还没掉到。有人。好，掉也不容易，比用弓难很多。又想上来，给你上啊。有人来了，
有人来加力了，欢迎光临，你要选几位？超想去玩了，一位，看来是一位，很急，几位？只有一位，只有一位，他接厕所啊，接厕所啊，那你怎么又下来了？然后他没挖到，对哦，下去了，他刚被堵到是不是？嗯，看你的仓被堵到了。哎、欸，不能用吊弩，还可以用射的。哎，你好，有伤的那个。哦，那个那个人超那个，超级那个。哎哎哎，没砍到，可恶！哎哎，想射？哎，扫？哎哎，脚走？哎。欸、上脚费用啊！塞死了！啊，我没有龙手，我的头嘞！头嘞！我没有头嘞！头嘞！头不见了！我的头刚刚还在的。你这是疯狂掉头哎！哎，没掉到头。他又跌了，他跌了，他跌了，那个人又跌了。笨鸡中熊吗？没关系，我会射。哦，下面有一个，他又过来了，看起来。你又有一个了，他又走下面，他一滴血的，哎呦，下面有一个。哦，他也有用手，算了，不理他。就是这个。啊，他在叠，他叠，他在叠，他叠。他没出在。床位，床位，床位，来来，躲去了。下叠，叠。下面很亮。哦，真的亮呀！亮，要下去啊！要下去，下去啊！亮，亮，没得枪了，没得你，没得枪了，没得枪了，没得枪了，枪完了！啊啊啊！又白了，又白了，没事，没事。等一下，等一下，好了，好了，没事，没事。紧急抢救任务，叫 combo 哎！好像我觉得好像是我们的手让我射不出去。对啊，他会煮，我们这边也会煮。有人垫上去了，有垫上去了。哎呦，有人叠过来了，有人叠冲过去了，没事的，下去了，摔下去。这么多钻石，他们都没掉过。多久啊？三秒。阿纪来了，阿纪要坐船下去吗？好啊。哎呦呦呦呦呦，知道了，我帮你坐。快点快点快点！我帮你扫帮你扫啊！下去了下去了！哇，什么都没有，全空了，全正常啊，正常发挥啦。如果两个都打过的话，现在应该是大概25%几率东西会留下来。25%，有点低啊。我怎么感觉是？5%留下来是什么 feel？ 全都基本上死掉就也太多了吧，超多啦、啊，直接一套了可以。现在可以就是你三颗基本上无间断一直挖一直挖一直挖。这个是他，哎、裤子不行，差不多了吧？可以爽还不爽？从钻石装穿了啦，双倍喽，两倍。他为什么会一直封在里面？啊，血量快没了，15%了，也差不多了，补一补，先补一下，这样子 OK。嗯，哇，还有很多钻啊！有一家有一个骑马骑马进去哦，骑马不是走我而已吗？这是意外。哦，那骑马进去了，危险。骑马只有我吧。我去换职业，去换职业。小心，小心，有人骑马！哎，骑到你的马了，你马停在附魔台。啊，他觉得这个位置不错啊，风景好。你马烂透了。那我把他打死。换换换。哇，这升等级很快。矿工，好贱。好职业啊，好职业！太棒了，太棒了！哎，现在是你的 meta， 现在超快两倍哎！十五等，是几个换？三个，三个，我还有啦，你要去换。好，好职业！我刚刚换了一个淘金，换第二个矿工，
我放箱子，我放箱子。你很适合挖矿呢、啊。看起来你是挖矿的千古奇才。就交给你来挖了。守护者。还行啊。是呀。可以让他们发光。锵锵锵！哎呦！哎，要死我，要死人了！哎、啊，没路拜。没有击退可以。他们一直有人守在家里。等下去打，炸爆他们家就好了。一颗不行，两颗吗？两颗不行，就再两颗。慢附魔，没关系。冲！炸！走啦！太小！啊！先不冲，有人来喽！有一只鸡。好。有一只鸡。二十鸡，还需要点金。跑进去了。他敌很快，敌敌敌，有掉了，去了，嗯、有一只，他在干嘛？哎、欸，卡住了，直接斗他，炸！什么矿？你什么东西？上去，拿张小帮手，小帮手，没有小帮手，没有小帮手，没有小帮手，小帮手，哇，他们挖木头要躲在最里面挖，好可怜。他把自己困住。哇，阿金，可惜，玩家还叫我，还有一个默默摸过去了，他怎么摸的？哇，你好棒，多挖一点，好棒，挖到了，撒这里，啊，完了，灵魂交换，交换。哎，你怎么？哎，随机换，换我，换我，拜托，换我。哦、不是、欸、我的天，我们家里你去哪里了？啊，他下去了。我不反心，我有胸甲，我把他们家给拆了。我靠，反心一个绿绿的人站在所有人中间。快跑！快跑！万绿丛中，万黄丛中一点绿。我出来了，你出来了，太棒了！我就是那只草，需要一堆为你感到骄傲花朵来衬托我。巧克力里面那是你哦、喔，啊，你在里面哦、喔，对啊，露米有吃的吗？哎呀，我这很硬啊，好感谢你，我掉了，没了，没了，什么都没了，怎么又是那个鹿跟我想的不一样、啊，因为出去了就回不来，对不对？鹿被改造了，我以为那个跳可以跳出来，结果跳出来什么都没有。我懂路了，我懂路了。守护者也想要挖一次矿，不是，我不是挖矿，挖到核心一次，是我的梦想。有梦想的。小鸡来喽！他们剩九滴了，我要至少挖到一次。你要挖到一次吗？那我是不是先让你拿金镐过去玩？对啊。不用，我铁镐摸看看就好。来，杰克，我陪你。抱歉，你快来，快来！因为我下去，我在自我 nerf， 你知道吗？我知道，我们空降，我们空降。家里总共多杂七杂八，有人在那边抽奖啊！只是路过，哎，什么东西？只是路过，谁抽奖啊？这时候浪费钱哦！狂抽猛抽，干嘛？我想要去挖。我今天运气也太差了吧！哇，你还可以马上坐上去哦！等一下，他们核心在哪里？啊？他们核心在哪里？等一下，工作台下面啊！你找不到他们核心吗？我迷路了，你在哪里呀、啊？啊，我看到你在里面了。等一下，嗨！你下去干嘛？不是那边。等一下，我路过，等一下，不要！绿宝石是力量吗？绿宝石是虚弱。啊！钻石是力量，可以。啊！太低了！等一下！哎呦！冲过来！他怎么飞起来？他是很卡，是不是？绿宝虚弱极限，打！啊！打！在中间，我最强！打击！哎！
打气了，打气打气。后面有一个绿帽的耶。哎，哦，这是小帮手，不好意思。枪，枪，枪到他们，枪，你先枪了一下，我看不到了。别跑，是那个兵。没事，你们来，你们来，我打架。啊！复活无敌，是不是？好累，对他复活无敌，而且他卡卡的。啊！我都还是无敌的。啊！都是无敌的。啊！这种打了好几次，这是无敌兵，还是谁？哦，等一下，我看到那个鱼兵，会死，他打很多下而已。有了，这会扣血，这会扣血。啊，全部起来，全部起来，我有很少吃的，来来来。哈哈哈哈哈！起来 ，OK OK， 我是。剩一滴，哎，剩一滴，剩一滴了，剩一滴，剩一滴了，不能杀了，不能杀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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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能杀人吗？没有，我刚刚不是可以可以用没了，可以了，充值了，充值了，充值了。让我挖一下吧，等一下。最前面的是。你快挖，你快挖。挖就对了，挖就对了。啊，这是还无敌啊！这个还无敌啊，还没啊！你怎么那么久啊？你快点！我来了！我想动。啊，太久了啊！有了，可以可以可以，有了。飞高高，这个也无敌。大家飞高高，无敌各种无敌。飞高高，可以打，可以打，可以打。我挖好慢哦，等一下。力量直接，力量直接。天啊！然后有虚弱加力量。飞高高。来超高级王者哎，挖掉！你直接冲进去乱打一通，为什么？哇！我只死一次而已，我操！最高喷装术，你一次喷一次就最衰，太衰了！哎，那次就是我全套钻石装。好惨，然后就一个角，好惨，是全部喷光光，太水了。还好我还有钻石装。抽奖次数怎么被跳过了？就在中间起码扎了而已，几乎都最后才扎了，前面在那边掉。爆盒44下，哇，狂挖猛挖哎。挖起来！你们这下面还有密道是不是？那是我叠的。我在想说，每次都莫名其妙，忽然间隐约就嘣的跑出来了，砰砰砰，开始挖喽！直接从下面进攻，隐约是直接冲过去，隐形过去了吧？我是隐形过去。好，因为我 我晚上会隐形啊，然后再买药水也可以隐形啊。钓鱼钓到一半，忽然间，哎，鱼出来了，帮忙钓。有啊，我们有保护哈记。对，有，保护的很好，我抽的很爽，抽的很爽，抽的很爽。等一下，你说你抽的很爽，抽几个啊？抽看一下啊，应该看一下啊。这种游戏没有这东西。136，他抽就算了，他也把家里的箱子都填爆，他的抽奖物，家里面箱子都是一堆垃圾，这是我的烦恼。天哪，什么垃圾？奖都给跑出去一堆垃圾，蛋糕也不放出来，蛋糕也不放地上，还塞箱子里面。那没有有吗？对，好像有哎，有蛋糕，全部都在里面。哇！八次哦，你要看本金啊，本金五次，才12次抽了5个大奖，那哇塞，哇，这个到底是啊？这看得出来谁欧神飞了？哈基，你怎么那么小？哈基，你们怎么小？小奖啊，82次啊，太多了。太小了，太小了。就是几率有问题，我觉得作者有调偷调。哦，有偷调吗？有。作者本人有乐夫吗？没那么欧式。总喷装157。休息啦！休息啦！休息啦！哇，那这刚刚开2个喷装，等于说就是50%几率喷掉，50%几率。消失，也就是好啦，今晚到这边啦。那六日一样，就是看他们有没有揪，没揪的话，就是六日我一样照样休息。
虽然六日休息很可惜啦，因为毕竟六日人观看观众也比较多嘛，都在休息，就可能玩玩什么东西，不然就直接开始接委托啦，没有啦，好不好？最近会真的开始接委托咯，再看看啦。好啦，感谢各位收看啦，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啦，拜拜拜拜，有戏说拜拜拜拜拜拜。